今日上来大石头山，一两下就是老黄这大石头山之后，哎，难晒啊，干呐，毛啊，老黄大石头山里话，搿地里两只个就讲人间水库了卖哦，就卖人间水库，哎，就卖话人偶路的，对，就卖这个人偶路，哎，就卖有个比叫大将军来抓，唔知阿咩解，哎，对，就卖这个是哈，毛地是去大石头山去个去个位置个啊，对，就卖这个，到人偶路口，地里只来有咩个土路。然后就讲个有个温泉叫做咩叫啊？叫做灵汤温泉，而且有下落拜，哇！这样拜老乡，就是将军就是啊，只想摸的只老乡，比如大石头山去，哎，拜这么一个温泉啊，哎，你就落起来，搞这个有个叫，你就叫就搞两点去，就开始拜山。来到这个就水泥路啊。就咩车呐？禁止车辆上山，可能较惊咯，冇开车去。来到这个呢，水泥路尽头啊，下边咧水泥路，下边做个去个裂村啊，唔得裂村，来继续行。人走了水泥路起来啊，起来不用惊，只乌龙头就话外白公径，外白公啊，咁样好少特色，哇！哎，当然你就去。就摆有一条路，唔得去你改，资料唔得去你改，那应该就你做乜去？起来就闯了一头路啊！时间也好，喂，天公不作美啊，今天气比较好。我本来想那摆起来啊，那是啊，小小那是起来吧，硬来啊就来啊嘛，而且闯了一头路，这条路呢，摩托车好开，但是唔经验啊，人我冇会熟行。哦，含在你脚骨啦！哇，来个只马路，只光只耳珠喏，个白色个喎，哎呦，买这台二小咩个？二小超仔啵，还是小咩个？啊，佮来几下咩台？真系个只个白色个呢？阿姐，哦，台，个只龙诶，暑假有只龙黄色啦，暑假采来采来啦，采白采白了啦。哦，这台好玩，好玩诶！哎，来手杖，好往好往阿基，你行事不？你狗狗为了背个手杖，哦，真的，个就好做啦。对，阿个是来叫你们要做啊？哦，长辈啊，个就好做啦。哦，来龙溪呗。哇哦，来。就不要退，我先摆起顶麦哦，吼，先退了，好硬啊！只个只会烧特色，哎，顶麦就识咩啊？这个，唔知个咩解咧？哦，搞完刷头，全部拢喺只白色个石头。好做咩？这个弄，弄个崩楼啊，好不？这个弄个崩楼啊，把人家石头啊！阿个拿手套给等了没有？哦，好住。哦，这个刷头，买还买白，吹来去大石头山吼。哎，唔得，离开大石头山，唔知个好街，是个好街。啊，还比较难听。这个咪就当早去个住住有石头的山，哎，两路两开开下就过来啊，为平台，毛头上街开下就过呢，毛再去哦。小白鸟只跟开始登山，好高啊，感觉像天梯一样。加这个下呢，那就休息的来补吃的物件，补充体能，物件尽量买杂，买增加负荷。哎，然后天啊，个就背好骨啊，一个非常高。所以呢，就轻装轻装脚登，就开始背。呀，现在背两大高，我来身体够顶麦，个就背又骨。来到这个呢，路就开始水了啊。吃年包买过山，不然白日就起过蛋糕啊！哎，然后对，做乜做潮？应该是拢个南港妹啊，哎哎，直坐直坐嘅。我哋做个会，唔知几多股啦。对啊，山头顶顶，然后后边搞，哇！今日可能今日小白还是小白，都在只山，真系咯，就讲呀，有时一时候唔山嘅感觉会好吧？为着沾光，哎呀，有点绝望。
唔得继续估。会唔会就系个德哥啊？嗰个是右边啦，右边就我用腿来去连接最高。至少刷这个啊，小五刷没有啦。为我从你，哇，会说三光，哎，讲用腿右边。就讲叫，哎，晒透没有啊？会说形象不正，阿拉落去呢台。好啊，晒皮、晒透、晒麦、晒耳，会说都。你镜头是做山猪影嘅，个照眼有人塔过未哦？诶，你个应该是无看，你应该听听嘅。哦，眼声声未？哇，这山影全部拢在当年烧，即系包括当年嘛，佢系点乜嘢就学搞啊？搞系山黑龙树，然后系小五山咧个吼，因为行就讲下未搞。哇，那做个字系山黑啊？诶，下个未搞啊？因为下边面临更水库，嗰个是到佢上顶嘅山黑。唉。有点难搞哦，外口都袂崩开啦，实在难晒。零零只系刷头镜，下下袂搞啊，下摆只系小红刷了以后，但系睇你非常湛光，非常光，然后睇你爱爱，依然中上上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决定将只件衫放喺只个，啊，到两嚟开，只件咩先都直落镜，然后只系无人机，无人机硬喺度扎。但是当下只天师唔知背起好台咩，嗰个冇咩好台，嗰个时间落只刷头啊，啊有点绝望啊，唔知道买下东西。哇，这样气势就是漂亮。唔单止喺开古宝贝山，而且老老老会。啊，俾你吓死啦！啊，诶，这个大将山里啦，望顶车里个系贝贝华币。唉，我带来个点样切个台，睇是唔是贝贝华币。哇，这山又贵咯，系买台。零界水库，天师佬望台冇咩清楚。下摆去个阿弟话，教永代表骑咗路啊，你肯定挨教啊。嗰个时都顶埋啊，继续，终于教啊，哇，照山啊，我睇见你有股。现在个十点，但是就八点打九点话，正我惊系热系好，那就算好嘅事哦，直两正吧。号称系我家跑底山。但是呢无一摆去坐山一关，去坐山关，但是去坐已经无人去了，至少来有咩时间。今天师楼要熬啦，另一水库台无咩乌，我等下行拍台开台，一自己系去楼上摸咗。能爱摆起来我都只系停摸台一个，但是起来你一直在路呢，你都起来咗，只系路呢不爱礼貌这样啊。李茂将呢个嘢去直猜诺贝尔话俾，这个我睇下又俾，六百五十五，以前是六百五十五，哇，差咗直喂，但是呢个又老啊，家姐系李茂将就老一邋遢嘅，哦，有数啦，天师佬有牛，明白啦，几好。